那我吃他们的酱油膏，干
你也上去。原味加酱油膏叫什么？酱油膏锅贴。好，不要理他。那我们现在来先试吃一下这个气。他有听到吗？那个咔哧咔哧的声音，咔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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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就是洋芋片的感觉，哎，那个内馅还爆香。那我们来试试，跟一般锅贴真的不一样。你看它这个煎饼，外表金黄酥脆，然后再裹上一层蛋跟青菜。有一种在吃那种韩国煎饼的感觉。但是你敢相信，这样一份只要20，加蛋又加菜只要30吗？好，太好吃了，你看。还有一个豆浆。然后还有他们还有手工蛋饼，他们的蛋饼皮呢是用面糊做的，所以是外面一般那种切片酱饼不太一样。这是泡菜蛋饼，然后这是 cheese 蛋饼，然后他们也有在卖吐司火腿蛋吐司，这是奶油 cheese 火腿蛋吐司，有点那个意式名称的感觉。好，真是好吃到受不了，非常的好，很好。那你找到幸福了吗？第一口就找到了。为了寻找更好的幸福，哎，你要刚刚要多吃一个啊，吃六颗，六倍的幸福。重点是在哪里？永福路二段跟中正路口，离学校就算你没有车，怎么样，走路也可以到。它同时有三间分店，是用好刚好走回学校当交化。五杯街有一间，这里有一间，还有一间新开幕在土前路东门圆环附近，土前路一段28号，这么好吃。超级一整天都吃得到，这边是早上，然后前半边是下午，一整天都可以吃到那么好吃的，不知道来自哪里的幸福。嗯，要不要结束？好，不要拍了，我要去了，我要去了。太幸福了，幸福到这怎么回事？你吃了几盘？自己说，数不清了。你幸福的头啊，幸福到溢出来了，真的太幸福了。难怪这间叫幸福锅贴，吃完真的会让人有幸福的感觉。啊，到了没啊？到了。给贵，给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型男大主厨》，我是明伟，我重生。今天我们来到这间位于水仙宫市场对面的七层米果。刚刚点的招牌米果，就是原味米果，你看哦，那个招牌跟原味的酱。它在一个有这么多的厨师，一个只有少少的肉道而已，但价钱差很快。好，接下来跟我要开始试吃他们喽。看它那个米果下面就会煎一颗蛋，然后蛋如果没有熟的话，那个蛋黄半熟的感觉搭配那个米果，真的感觉很好吃，吃一口，而且看。这个很 Q， 倒了。想把它更快切开。哇！三点酱汁来吃。赶快吃，赶快吃。它那个外表煎的酥酥脆脆的，那里面软的。对，里面很 Q， 是一种吃得出来一种泥浆的感觉。那个原味还在。看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，他好吃到黑屏站，很好吃。真的
真是好吃到说不出话来，难以形容。然后吧，然后我们喝一下它的这个羹汤，好的，好吃。它这个羹汤本来就有点甜味，然后再加上它的那个蒜泥融合在一起，再吃一下这个米果。就是来这边最好吃的早餐之一了。反正我今天点的粉丝汤面，每天都换不同的酱料。今天是关东煮汤。然后工作人员说今天是关东煮汤，下来试喝看看。这个汤哦，跟那个 seven 汤完全不能比哦，清甜。从我们刚刚来到现在怎么样？那个人潮络绎不绝，一直排队，不知道接了几百个。我想再吃一碗，那你要不要再点一碗呢？但是这个价钱呢，真的是足够让我们再点第二碗，因为怎么样，百元又有枣，而且还是两个百元又有枣。然后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这边吃吃看，就算那么热的天气，冒着汗。我还是要来吃这碗米果羹。今天呢，型男大主厨第二站就来到这边，水仙宫市场的七成米果等等，圆满成功。耶、yeah. 嗯！哦哦，好热，好热。等一下要去哪里啊？热死啊！哎呦，眼睛都闭嘴了，真的很热呢。不然。喝饮料，不然我们就去帮你打气的大气吧。哎、欸，出发，走。开始，出发。来到了位于昆山科大附近的大气坝，这边的选择非常的多呢，而且是昆山科技大学下课后学生们非常喜爱的地方。我们另外一位主持人为什么不讲话呢？因为怎么样，他嘴巴破掉了，所以我们期待等一下喝到饮料他嘴巴会不会瞬间好起来呢？让我们继续期待下去哦。哎呦，等了好久，终于等到了。这就是打气坝的。你的是什么啊？我的是挚爱，那就是什么呢？三种果露，然后再加气泡水，然后上面还有一个柠檬。重点是它还有一点点的海跟哇。那你的？我的是秘密交配，就是有三种。秘密调配，我的是有三种水果加在一起，还可以选择一种水果。你加什么水果？我加了芭乐、苹果跟凤梨，然后搭配一种玫瑰果露。然后他们同时还有那个，来来来，下面那杯是他们的奶昔，里面呢有加了水果鲜奶和优酪乳。而且名字很特别哦，叫做这叫做一切都是命，这是什么？一杯里面可以喝到很多种维他命，因为你也不知道它要的什么。All is big time, OK。好，大概是了。玫瑰香，有点酒味。哦，大咸酌，这个很复杂的口感，就是有没有喝过雪碧汽水，加了。各种水果的感觉，但是水果中还闻到一点
玫瑰的清香，这种正在什么感觉？神木村的感觉。我的里面呢，因为它是有很多种，它有三种不同的果露，然后挚爱是偏甜，另外有失去是偏酸，就跟爱姐的感觉一样。然后下去呢，有一点海泥跟啤酒的味道，然后又有点气泡的那种刺激的感觉，然后搭配的是果露那种甜甜的味道，真的是非常的刺激多变的口感。主持人，主持人，请问你有谈过恋爱吗？关你屁。没有，没有，他没有，你要知道，恋爱中。那要看女朋友的照片吗？跳过那么惊悚的画面，好，把它摇出来。太高了，还有苹果。